大家晚上好，我今天是我第40周怀孕，现在准备一下出门了。一直在宫缩，流血了，所以说我是必须得去医院，而且我这是二胎嘛，二胎的话就会不会嘣一下就出来？发动呢，一共有3个症状，第一个就是流血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，但也有时候是伴随着宫缩啊、肚子疼什么的。那这个呢，就会之后就生的路就会很漫长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宫缩加阵痛，就是特别特别疼，肚子缩成一个球一样，然后同时还有那种痛经的感觉。生了二胎、三胎的话，就可能很快嘣儿就出来了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最危险的哈，也是最快的，就是羊水破了，感觉有个小橡皮筋儿在你身体里面就嘣一下。然后就哗，就水就出来了，就是根本就控制不住的。破羊水的时候就得躺着，就不能再走了。你洗个澡什么都不行，你洗澡的时候会流的更多。到了医院呢，基本上就伴随着宫缩什么就出来了。希望我是可以是先见红的，反正我今天就见红了，我很开心。但是也就预示着呢，我在医院可能要待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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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跟我讲讲话什么的，就说怎么也得互动点儿，要不然我就一直嘚不嘚嘚不嘚。这种感觉很梦幻。我其实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到那一天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，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对，就 don't know what to expect， 对，有点很没有方向，或者就其实就形容它就可能有挺梦幻的。对，我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，对，就很兴奋啊，很梦幻，就感觉非常好，你好词穷啊你！就很梦幻。这个就是我那个医院，我一会儿就从这儿进去，就生孩子去了。那我先下来吧。这个我婆婆给我做了一大杯的那个喝的那个水，什么水来着？红枣什么？红枣桂圆。桂圆什么？在我肚子上贴了一个，就是可以听开心的这么一个机器，看我这个胎动是不是规律啊？不是，他给我内检，有点痛。医生走了之后，我就忍不住了，确实挺疼的。我开了3指，他让我到楼下溜达2个小时，现在是凌晨，现在是1点，但是我不是特别疼，这可能是二胎就是挺特殊的，就一胎的话3指就已经疼得不得了了，这都卖光了。这有啥可吃的？我不吃甜的东西，不爱吃甜的东西。凌晨1点我没得选。现在是又过了1、2、3、4个小时，然后还是没有开指，然后医生再决定我是回家还是继续在这躺着。我已经被那个内检了4次了。因为我这个是一直在流血，但是他没有在宫缩，所以他就让我回家了，然后晚上8点再回来。流了那么多血，然后内检检了5次，疼得我要命，然后就是不宫缩，然后我走路的时候就很疼，但是我躺的时候呢就没感觉了。然后刚才医生给我做了 B 超，然后说都正常，然后我让我8点再来，我现在就回家，然后睡会儿觉，吃点东西，然后晚上再来。白折腾！你看看这天儿，
这加拿大三月底又开始今天是预产期过了第三天，我们想出去继续溜达去。这就是我的产房了，宝宝生出来之后他会躺在这儿，然后这是监控我整个孕妇的这个状态的，这个就是我的床，产床，我就会在上面生孩子。这个是 iPad， 我可以点餐啊什么的。好，窗外的风景。然后那边就是 Wonderland， 然后有过山车什么的，如果直对着那边就好了。就是这个伸缩的一个沙发，然后可以拉长了之后，排产的人就可以在这儿睡觉。然后我带了被子，还有枕头，我老公可以在这儿陪着我。有的单间它是可以泡澡的，那我这个单间它是站着淋浴的，都是免费的，所以不错。我这个扎着这个，不错。等着那个医生过来过人工破水，然后大家看我现在是不是跟没事人一样。所以说就要催产了，我还没有疼呢，我就怕那个孩子大了之后会抛，所以说我就催吧。你问问我这个疼不疼啊？这个疼不疼？疼。打什么就是一个总开关嘛，就直接往这一输，直接就进来了。你别看它特别没有存在感，其实特疼。然后我就他打我神经上了，估计我这全身我就现在就感觉是他，没事一会儿可能有更疼的，他就感觉不到了。愚人节之前应该可以出来了。哎呀，盼了很久啊，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哎呀，突然间我有点舍不得了。刚才医生给我人工破水了，就像内检一样，就是更深一点。他刚是用手吗？还是用什么东西啊？有一根塑料的一个棍子。哦，不疼，比我想象的要好。然后现在是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他破水的，就是也不疼了，因为我不疼嘛肚子，然后宫缩不是很强，破水是唯一一个就是让他自动的就是去刺激他可以宫缩更严重，然后让你肚子疼的这么一种方法。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比较难把握了，有可能半个小时，有可能两个小时，有可能一晚上，更晚一点哈，九点十点十一点那阵儿，他说估计差不多就生出来了。哦，现在有点疼了，我现在开四指了，我还没打麻药。二胎真的挺能扛的，肚子开始疼了，然后腰也疼，整个大腿根儿都疼，就是中度痛经吧，就是啊，然后再等一会儿，然后就给我打无痛来了。打了无痛就不能吃东西了，你打之前赶紧吃点，我不想吃了。疼了，我现在打了无痛，我没法录，因为姿势实在太难看了。我坐起来，然后团成一个虾米一样。麻醉师拿一根针软针从后面插进来，还挺舒服的，一点都不用害怕。有点胀胀的，就是比平时抽血也就难受个十分之一吧。现在那根针就在我脊柱里面，我有个遥控器，我可以控制它的量，然后。打完之后就很舒服，一点都不用害怕这个步骤，特别棒。Did you feel the last contraction? No, I didn't. Oh, good. Yeah, you're doing great.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.Seven, eight, nine, and ten. Slow deep breath, okay? Relax. It's fine.
He's gonna be tall like him. Yeah. My goodness. Tall. Yeah.一点儿疼难受都没有。哦，我刚才生的时候有一级撕裂，就是没剪，它是自己撕裂的，然后缝了两针，感觉不到啊，都不疼，好快啊！我从四指到了十指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。本来护士就说没那么快的，然后他还在外面待着呢，然后我就突然间感觉就是哇，怎么那么疼啊？我就叫他过来，我说我特别疼，我说我打了麻药还特别疼。后来护士说这么长啊，生孩子不都疼吗？我说不是，我说那个疼是特别疼，就他内检了一下哈，他说我已经开到十指了，他都很惊讶。然后那个医生马上就过来了，然后就使劲儿 push 多少下了，光 push 五下吧，五次吧，六次吧，憋气啊，六次就出来了。我都不敢看他，因为那个老大有阴影，你知道吗？老大生出来之后就怎么这样子。然后老二他生出来的时候已经哭了，然后趴在我身上，然后我都不敢去看，我说会是什么样的呀。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说 baby girl baby girl， 我就想说哦， baby girl 的话应该很漂亮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，我觉得我就哭了，我说哇塞，这也太可爱太漂亮吧。女孩跟男孩小 baby 一样不一样的，女孩子就是一看就是女孩子，就是脸特别小，头特别小，特精致那五官。男孩子就是头特大，然后就特粗犷那种。哎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像做梦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现在特别好，没有任何的感觉，我现在也不疼，然后我也可以就上厕所啊什么什么的。哎，就是肚子有点松。后来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肚子。您是个闺女，在我肚子里怎么劲儿这么大呢？一会儿抓我胎盘，一会儿踢我膀胱的，还是个小姑娘，小姑娘，行了，儿女双全了，老公，太棒了，再来一个吗？哎，我就不敢相信，又创造了一个小生命，哎呦，太可爱了你！我现在生完了，然后这个肚子，然后。从现在开始就注意饮食，然后就开始产后恢复了，慢慢慢慢的把身材再练回去。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啊，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出院回家啦，照一下他，好可爱呀！